民防局离我600多米。打电话问问。喂，你好。喂，你好，我是达达骑士，像那个，请问一下，你是寄什么东西呢？哦，很小东西是吧？好好，那我现在过去，我现在骑过去。啊，明白。很小很轻的东西，现在骑过去。镇海路，然后石泉路。40米呀，很难哦。走，好好听你导航啊，导航啊。还用踩？第一医院在。石泉路。这是上坡啊。都是上坡。
几楼了？二楼。啊，是是。好。好，行行行，好。好，就这样子，可以了，可以了。嗯，那谢谢。不是。不是，我们是有时间限制。行，可以了，跟你可以关门。不用不用，不用不用，好，再见。啊，再见。这老人家很可爱，很亲啊。还有4.9公里，4.9公里。哦，那我走白鹭洲路，白鹭洲路骑行。26分钟，我现在要先走啊。走东园公路，然后白鹭洲路，然后到石泉的新井，他在新井七星公寓公馆这边。行，出发。还有，看看还剩几分钟。还应该来得及，还有40几分钟，出发。走。这个老人家很可爱可亲，面相比较温和。你看，不像有些啊，我人还没走他就关门了，他真的是他不急于这一伙。对对，全部都是下坡路。我刚才骑上来，怎么觉得我还行吧？刚才骑上来的时候。你像坡度还挺大的嘛，刚才骑上来没感觉，可能是有把持的力量。那然后我们写到镇海路，然后公园东路，我们这条路是石泉路。哦，好像要下雨了。完全是不看路的啊，这是不看路系列。
不需要看路西的，直接。哎，怎么在打我一个？啊，下雨了，下雨了，下小雨了。电动自行车闯红灯将被处以罚款100元，并扣留10万；自行车闯红灯将被处以罚款20元；行人闯红灯将被处以罚款100元。厦门交警提醒您，应等三分。现在是5:05。斑马线礼让行人，你做对了吗？机动车请经过慢行时，应当减速慢行。遇行人正在通过时，应当停车让行。机动车请车让。斑马线上，有行人正在通行，机动车就应停车让行。不让行的，将处以罚款300元，记3分。厦门交警提醒您：斑马线前让行人，文明交通，好风尚。三，走了。怎样过马路最安全？下雨了，下雨了。下雨了，下雨了，可可用。公园东路啊，我在公园东路上面，下雨了，我得快。
坐会儿。可以。走。小朋友，下雨了。走下河路，然后走。不是走下河路，走那个白鹿洲路，还有3.2公里。白鹿洲路。零星小雨，美人园，23度，好。站起来，
从里面噔噔噔噔噔噔走外面还舒服一点。差不多在七星公馆那边，新七星公馆，白鹭洲路、湖滨北路、湖滨中路、两体育路。我看到我有摄像头。在外面讲说来不及啦，来不及啦，被那交警好像像是被问了什么事情，可能就是问一下他的身份证还是什么之类的。白鹭洲桥，环境很美，但是没有一寸是我的地方，我能居住的地方。哪一寸土地属于你？哪一寸土地都不属于你，都不属于我，不是属于你。那你停着一辆拖车的是要拖谁呢？
白鹭洲路。前方一百米右转。右转。这里有所学校，买在这里的都是为了这所学校。外国语啊，不是本地语，不是中国语，也不是大陆语，是外国语。首先逼格要上来，逼格要把它上来，或者说是实验小学，是实验的，不是那种正常的，逼格要上来，别人才会才能掏钱嘛，是不是？你逼格没上来，怎么会掏钱？外国语学校，外国语学校在，是不是？它叫比邻，就是要靠近啊，人民政府，以人民政府为背书。你家好像有点大。虽然是叫做零星小雨，但是这个已经达到叫做小雨，不是零星了。这不能说是零星小雨了，这就是小雨了，或者说是中雨都，中雨还不上，小雨是绝对有了。你去找一个。停一下。往前走，出来。安全驾驶。
有啊，谢谢。祝文明上行。我们现在完成了。上边普通院这边应注意大的问题。上边医院这边人多车多，您车辆停在机动车临时停靠点，请顺位停靠。在停车场，路交警报的赶紧看，您不同的感情。违停，咱得处理。放在书包里面。领出车辆车辆，同时注意上边医院这边进门管道。在禁止鸣笛不断的管道，将被罚款100元。厦门交警提醒您：校园医院周边人车多，有序放行，多休息。七，你知道哪些道路交通标线有人压化吗？在道路上，实线包括白色实线、黄色实线。现在已经是5:25了，走。将被处以150元罚款，记一分。我操，这雨下的真大！我操，这已经是中，接近中雨的那种感觉。啊，没多远了，还好没多远了。哇，这里好香啊！这里应该有靠近中茶了，就是茶叶，厦门茶叶，中茶，正在烘焙，一股很香的味道。好香啊，这里要管了，要尿检，那不然。
好，差不多可以过去了。OK， 可以过去。啊，达达的，达达的，达达的，喜祥叶嘛，喜祥吉祥。是拿走了吗？不是，不是拿走，是拿过来。啊，给我吧。啊，吓我跳，我这。嗯。有收获吗？啊，没有。好，谢谢你哈。不是，要收获嘛？哦。哦，是你打电话，我打电话给你吧。是的。嗯，6941是吧？不对吗？哦，等一下，可能是还没反应过来。6:30，下雨天定位不太准。好了，啊，谢谢啊，麻烦给一个好评，啊。
那现在就拍摄到这里为止了。嗯，今天是2023年5月11号，现在是5:35。啊，我是从那个主要走的就是白鹭洲路，主要走的是白鹭洲路，然后走的是，白鹭洲路走了，主要走白鹭洲路吧，然后走一段湖滨北路，走一段湖滨北路，然后走一段湖滨北路，总共是5公里嘛，总共是5.多公里。那感谢大家支持，那欢迎大家订阅我的频道。如果大家有什么想看或想说的话，也可以在视频下方留言，我能做到的尽量做到。如果大家还有余力的话，可以加个微信或支付宝给我点资助。我也开通了 YouTube 打赏功能，感谢大家的打赏。那生活在厦门不易，感谢大家。那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下期再见，拜拜。这里就是新景七星公馆啊，那里是大门口，往这边大门口。